个月是你做手术帮我。嗯，我知道。我想问一下，0.9公分，最早期的 EA17 要紧吗？不要紧，切了就好了。嗯，恢复的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没有积细，没有积液啊，基本正常了。然后这个伤口可以给你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今天拍的这个，长好了吧？长好了呀，完全正常，可以洗澡。洗澡早就洗了，不过没事吧？没事，很好。很好。嗯。可以了，治好了。治好了，对，真的啊，真的很开心呢、啊。要看到主任才开心吧。我有这样的问题的，对，不怕呀。那你已经处理掉了吗？还有家族史啊？对呀，没关系了，就发现问题处理掉。他的复发率高不高？不高，很低。要哪术中是微的，然后没一样的，一样的，嗯，基因检测要不要？可以不做，我忘了是结节是什么成分。没有写吧，它你自己看它里面写的，你不要研究这些。现泡80%吗？嗯，就这个成分多一点。嗯，这是贴壁。那个贴壁不用算了，那没事。哦，切匀够吧。嗯，要不要就是补救措施啊？就是。不用这么小的，没做各个。不用，你想自己白造成损伤吗？然后随访的时间，你再过两个月做一个 CT， 嗯，然后再以后就是半年查一次。要验血吗？每年都要验血。每年啊？对。验血验什么项目的？血常规、肝肾功能电解质。